大家好，我是小虎，本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入门真测评。这期视频呢，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筹划，从一开始的四五台琴慢慢增加到了现在的12台琴，价位呢也从500多跨越到了5000多。那么为什么入门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价格跨度呢？一个是因为物价飞涨，各大品牌的入门琴从一开始的2000多增加到了现在的4000-5000。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已经能够接受花4000-5000去购买这样子的一台入门琴。所以本期呢，我们选取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主流品牌的热门型号，甚至包括了2台淘宝爆款琴，还有这些年我自己碰到的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入门琴。在声音片段结束之后呢，我和杨老师会对测评的这些琴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但是必须要先声明的是，参与测评的这些琴都是随机发货，所以我们做的这些评价仅针对这台琴，而不能代表这个型号的所有古筝。
第一台某泉呢，它的高音跟中音跟它的价位相比还是可以的，低音开始就渐渐有点松掉了，垮掉了，然后和弦的话听起来是不太好的，就不太和谐的那种，然后做工上的话油漆味儿特别大，然后甚至有一个琴码还没有开槽，琴弦挂不住。然后从声感上来说呢，它的琴弦是非常的软的，然后琴弦比较粗糙，弹的时候呢比较磨手，然后这个弦距呢比较不均匀，弹起来的话容易错音。第二台某阳呢，它的高音其实马马虎虎，中音开始发木，低音开始就完全垮掉了。然后它和弦的话，低音的和弦听起来还行，但是高音的和弦就听起来特别的不好。然后它整体的外观的话，做工其实做的还可以，但是呢就是它的那个琴盒，因为我是把它竖着立在墙边的，我只要一抬起它的琴盒会自动的打开，然后东西全都会散一地这样子，所以它的就是这块我觉得是做的不太好的。然后弹起来的手感的话和上一台是差不多的，琴弦非常的软，然后琴弦还是很粗糙，弦距还是不均匀，然后整体的这个弹起来的过渡音色非常的不统一。第三台陌上花开呢，整体过渡已经要比前两台好了很多，它的和弦听起来也比较好，但是高音那块的话听起来会有一点点炸。然后做工的话跟它的音色相比的话，它的做工是不如它的音色好的。然后弹起来的手感和前两台相比已经好非常多了，这个按起来弹起来的松紧度都比较合适，然后弦距也比较适中，非常好。敦煌 696M 呢，它的高音这块的话有些音有金属音杂音比较重，中音低音听起来还可以，整体过渡比之前的会好一些，但是也不能算太均匀。然后做工这块的话在这个价位的话还算可以，但也不能算很好吧。然后弹起来手感的话呢是相对于偏软一点的，对初学者的暗化音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弦距和弹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运牌 889B 呢，它的高音有一些发闷，然后整体音区的过渡我觉得是属于有点不太均匀的，跟我们上一台就是在敦煌测评的当中出镜的那台 889B 相比呢，这台是没有上一台好。它的做工呢是要比敦煌 696M 要稍微好一些，但是呢它的弦槽就是开的特别大， 导致它的这个一二三弦都有杂音。然后我们当时是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对它进行，就是没有把弦槽磨平了再重新开槽，而是换了一套琴码，然后稍微修了一下放上去，这样子杂音就没有了。就是说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初学者身上的话，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弹起来的话呢手感的软硬度还比较适中吧，然后弦距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东韵086这台琴呢整体的音色是偏亮的，还是比较透亮的一个感觉，然后低音是比较浑厚的。它的和弦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时间还是太短，琴比较新，没有调试好，还是会有一些金属音。然后在弹的时候呢，在弹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按的软硬度还可以啊，但是它在这个高音区的一二三号琴弦的话，在做这个按滑颤的时候呢，它会有这个琴弦打到面板的这个情况，就是调试了远近之后它都不可以。所以说但这台琴是特例，之前的琴是拿过去还没有这个情况的。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算是硬伤吧。像这种情况的下这台琴的话虽然它的音色还可以吧，我个人比较喜欢，但是这种情况的话是没有办法出售的，必须要跟厂家协商去调换，或者说我们只能自己放在工作室当教学琴啊或者什么的。对，朱雀520这台琴呢整体音色我感觉有一点发干，有点偏紧，然后低音的话是朱雀的这种感觉，但是有点不太过度，有点不太均匀，然后整体的做工还是可以的。弹的时候呢这个按的软硬度和敦韵还差不多，比较适中，但是它的这个弦距是偏窄一点的，要比敦韵窄一点。 对，比敦韵的要窄一点。松竹梅这台琴的话它整体的音色还是属于比较扎实，有一点点亮，然后它的低音用肉指拨的话会有比较温暖的感觉。它前两年的话它的这个弦轴会做的比较紧，这两年的话一直都有在改进，然后配件这块的话一直也有在变多，就是感觉进步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也有个问题，就是说它这台琴的话因为它的琴码是陶瓷码，
它这台琴它有一个琴码，它是跟琴面板贴合的度不是很好，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磨这个陶瓷码，或者说呢换一个木头码子再重新打磨一下，让它跟面板贴合之后，这样的话杂音会没有。弹起来的话呢，它的这个是可以把琴弦调软也可以调硬的，对初学者啊，或者说是一些中高级的人还都是可以去适当的调整的，然后弦距的话是还是比较适中的，弹起来手感还比较好。嗯，正和这台琴呢，中高音区是比较清亮的这个感觉，然后低音区的话，相比较它的中高音不是那么出色，然后和弦的话，中高音会有一点点炸哈。然后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整体的做工是我们看到这些琴里面相对比较精致的。弹的时候呢，它这个左边按滑的是相对比较软一点的，对初学者比较友好，弦距呢非常适中，然后琴弦的手感感觉也蛮好的。然后这个低音区呢的话，就是你调了之后它还是会偏软一点，就是弹低音区的话这个琴弦的振幅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就是说弹一些高级的曲目的话可能是会杂音会大。 对低音区和弦多的话杂音控制不好的话会很大。嗯，这台琼花应该是我们见过的琼花当中最好的一台琼花，它的过渡真的是相对比较均匀，除了一弦有一点点干啊，整体的过渡真的还蛮好的。然后但是做工这一块的话真的是让人感觉比较粗糙，就是它的面板啊和它的这个琴码摸上去都是糙糙的这种感觉。弹的时候的它的这个琴弦非常的粗糙，然后呢这个按的时候吧，还可以，最主要它这个是弦眼这个这边它是做的是凸出来的，然后你在这个扎桩摇前后走的话它比较磕磕绊绊，就是阻力比较大。然后琴弦的话比较容易断。敦煌694 TT 这台琴呢跟694 KK 只是图案上的区别，所以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样的。就这款琴的话就是和弦挺好的，因为这是敦煌一项的强项吧，然后音区过渡相对也是比较均匀的，各方面的问题也都不太大，没有什么硬伤，做工也都是保持敦煌正常的水准，就是会有一些跑码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可以经过一些处理把跑感问题给解决的。弹起来的话它的这个暗滑的话相比之前那个宇宙唱晚那一款的话稍微硬了一点，但是它整体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弦距呢和手感比较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爱好者都非常关心的，就是说这些入门琴到底可以弹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那我们让杨老师来解答一下。大部分的话是在一个4到6级的区间之内，然后今天所有的入门针里面的特例的话，顶韵的这个琴是可以再往高走一走，大约是在8级左右，然后那个敦煌的694 TT 差不多在7级。那这个意思是说到了7、8级以后这些琴就完全不能弹了吗？弹是可以弹的，但是它弹起来的话一般他们低音区做的都比较松，你去高级的曲目它的低音用的比较多，力度也比较大，你用大力度在弹奏的时候它的振幅比较大，或者说它无法承受这么大力度去给你展现出一个非常共鸣非常好听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就是乐曲它本身比如说要求的这个低音的共鸣它要求的音色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琴它无法做出乐曲所要求的这个音色。所以就是可以弹只是效果不那么好而已。是的。那么就今天的琴来说呢，我个人可能会相对比较喜欢，就3000以下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敦煌的那个 696M 或者说是运牌 889B， 因为 889B 的它的外观比较好看。我的话3000以下的比较喜欢那个陌上花开，因为我觉得在这一个价格能出现这样的音色是非常好的。然后再往上一点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觉得顶韵还是综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综合这块我比较喜欢顶韵。对，像敦韵的这个音色我是非常喜欢的，它做出了这个挖针的感觉。对，就是假如没有那个问题的话，还是挺好的。对对对，非常好的。然后再高一点价格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松竹梅吧，因为它的低音我是一直比较爱的。我的话就是敦煌的694 TT。啊，敦煌我也喜欢。对。
你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哪台琴？我比较喜欢朱雀。你为什么喜欢朱雀啊？因为我觉得朱雀它从开始的那个什么单音爬音和弦啊什么的音色我都是挺喜欢的。嗯，还有后来就是有一个是有低音的曲子吧，我觉得也蛮好的。嗯，但是到后来是将军令那个高音那个部分，其实人家在中音呢。啊，好吧，好吧，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还有就是我觉得696M 那个宇宙唱完也蛮好的。嗯，就是它的价格啊、嗯、音色我觉得也蛮好的。嗯，再是鼎韵，鼎韵我觉得它整体的发挥就是音色挺好听的。就是说颜值的话，我还是蛮喜欢郑和的颜值，就是他比较素，对，但是他的音色不是我很喜欢是。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搞不懂你为什么会喜欢松竹梅。松竹梅其实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有混响的这个情况下，你听它的音色的这个特点会更明显。它这个肉直播的话，它的低音感觉是挺好的，然后我们这些试音片段里面刚好也没有肉直播的，然后就没有凸显出它这个特色吧。反正我个人的话，因为之前见过比较多嘛，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松竹梅，虽然可能这次试音当中没有展现出来。我想请问一下马同学，当你听完这个整一个试音视频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感受？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小白来讲的话，那个单音啊，就是爬音和和弦这个东西还是能够听得出每台琴之间就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曲子那边开始那个片段开始听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琴和琴之间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小白在听的时候会更加去注意它这个旋律，然后你一旦去留意它这个旋律之后，我觉得我就会去忽视它每台琴之间的这个音色的差别。你只要把这个旋律弹得很优美，那我觉得琴和琴之间差异就非常的小。但是你单音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你也谈不上说你这个差别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现在再听一下就是第一款琴和最后一款琴的单音，用自己心中就是听到的感受去讲一下，描述一下就可以了。首先一点，他们是有区别的。对，我觉得高音部分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可以尽量的想一下是有没有可以形容出来。没有，真的讲不出来啊，这个东西就是不一样呀。那你觉得哪个好呢？那你肯定是后面那个，就感觉那高音听上去，用很俗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后面那个就是贵，贵的这个价格在高音里面就是听上去就比较明显，就是有这种有的时候弹幕里面说所谓金钱的声音也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这5000多块钱可能也不是很贵啊，但是跟五百多的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听上去还是不太一样，不一样。哎呀，很难讲呀，我靠。然后中音呢？我觉得就是越往上的话，就对我来讲的话，听得出来；越往下就听不出来。不知道上下怎么说，就低音部分我觉得就是可能差别不像高音部分这么大。低音部分一旦这种是叫余音嘛，或者说这个弹完之后那个共鸣或者什么样子的，就是本身可能就会比高音更容易产生嘛，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音一重了之后，就是感觉好像差别就不是非常大。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音乐的记忆力是不够的，就是你听一整段音之后，你听完前面的你再去听后面，听完了你就把前面的就忘记，这个我觉得是需要训练，反复反复的听才能够明确的能够听得出来啊，这个差别是怎么样子才能够去讲出来。如果不是这么去反复的比较，光一听你会就是有一种感觉觉得有差别，但是当别人来问你这个差别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就很难我们从刚刚的视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对于马同学来讲，听最便宜的和最贵的对他来讲就已经有一定的难度了。那我现在想再加持一下，就是让他听一下两台价格也是差不多的，另外就是说他们的音色其实听起来也是差距也不是太大的，想让他听一下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前面你听到的是最便宜和最贵他们之间的差异，然后现在是这两台他们是价格其实是很接近的，你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前面那么明显吗？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呀。就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出来那两个差异是很大的，这两个差异你是觉得很小的，对吧？可以随便举例子吗？可以。最近我在看李佳琦的直播啊，我觉得这个两台琴的差异就有点类似于像口红的色号一样，你能够感觉同样是两个红色，但是不太一样。但是你要非问我哪个红色好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难讲了。
就是一般人就是说比如说你对口红没研究的话你可能望过去啊，这两个不都是 红的嘛，但是我觉得如果对这个东西很有研究他会告诉你这两个红哪里哪里不一样。那么像这两台琴我觉得听下来也是这种感觉。我刚刚在那个单音反复的就是通过这个鼠标反复的切来切去切，但是闭上眼睛你仔细听的话是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就是不太一样，但是你很难讲这个不一样是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就感觉这个就像色号一样，就是同样都是两个红的，在我看来就都是红的，但是你把它放到 一起比，哎，确实是不一样，但是你把它分得很开，比如说先让我看这个，然后过一会儿再让我看那个，那我可能就区分不出来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差别。就像网上有很多说，哎，直男来看那口红的色号一样，可能在他们的眼里望过去，哎，这不全都是一样的，都是红色吗？怎么会有这么多什么23、24、25会有这么多色号？那我觉得这个听这个感觉也是这样子的，类似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贵的那琴的音色，确实是能够体现这个价值的在里面的，但是刚刚那两台琴的话，就是说也是有区别，然后但是如果说刚刚那两台琴的价格2000和3000的话。单单只考虑音色的话，我可能我愿意，就是花2000块钱，我也是愿意去买那个先弹的那个琴的声音，我也是愿意去花这个钱的。就是我可能不太愿意说花3000块钱，前面那个500和那个5000的话，就是说我感觉啊，就是说这个高音部分的这个音色的话，这个还是可能更愿意去花这点钱去。所以就是中低音和背低音那个5000和500的，你其实是听不出来太多区别，对吧？哎，就是感觉如果是低音部分的话，如果硬要听的话也可能就要像刚刚那样，就是你可能就要来回的去切，然后切了之后的话可能也是有点点差别，但是说是不是真的差这么多，那这个就需要再考虑了。你不觉得那个是更好的？对对，就是不知道你哪个是更好。对，但是那个高音部分的话就是说自己觉得我可以做判断，有区别，对，有区别，但是、就是、而且是我知道确实是那个贵的那个高音部分更好。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呢，其实今天测评的这12台琴是各有各的毛病，等于说就是你不能指望你花几千块钱买到一台性价比超高然后没有任何问题的琴，因为你哪怕是花3-4万你去买一台琴，它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上次开箱的这个敦煌50000的这个玫瑰檀啊，它也照样是有跑马的问题。那56万的炫光它也有音区不平衡的问题，就是不太明显而已。对，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可能便宜的琴的话，它这个区间啊，就是它不稳定性比较大一点。对对对。你可能越贵的话它这个不稳定性比较小一点，但是说它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瑕疵，你只能说它的毛病瑕疵少一点，你不可能要求一台琴是完美无瑕的。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选入门琴的时候，一个是性价比当然是要考虑的这一块，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呢都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至于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是看眼缘了。是的，外观。